圆的产生，以脚来说的话呢，整个的脚的板子侧面在它这个脚趾头的位置，它并不是在这边是一个直线，并不是一个面哦，它是一个四十五度。不是正方形，是菱形。以它的背线，因为我们今天剪狗要对称平衡，所以呢，它的位置的脊椎的一半在这一半边，这里的这个点就是它的四十五度的角度。那它头朝的前面的位置，就是它的正前方的四十五度的角度。那在它的正后方的中心点，也是一个四十五度的角度。所以四十五度加四十五度的话，我们只是去那个角而已，并没有再加了一个面。